阿爹，阿亮，我跟你们讲，我这只鸟是全变本。你们不相信，你们听。阿哥，怎么怎么了？阿哥，怎么你走？想请喝一杯咖啡，然后聊聊。哎，小弟，你要不要买鸟？我跟你讲，我卖你这只鸟要不要？啊，鸟不要买鸟啊！这只是全编的，我没有骗你的。阿亮，你不要吵。刚才啊，我卖阿亮1000块，现在我卖你500块，你要不要？真的，你听，没有，真的是蛮好听的啦。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都讲了是全编的。什么种类的哈？全编的了。啊，其实你要喝咖啡吗？哎呀，我卖你500块了，小弟，这个要不要？啊，不可以了，你要卖阿哥用对吗？啊，这个啊，要不要啊？不要，用都没有，我跟你讲啊，没有啦，我只要真的，请喝咖啡跟你聊一下。哎，你帮我拿，快拿！哎，拿住我的小鸟，小心哦。哦 ，OK，OK，OK。你听。喂啊，喂！这个咖啡好喝啊！对，知道了。Nescafe 连接人心，不然你卖给阿哥亮了哈。我家里有猫，你要猫吃那个鸟。嗨啊，什么事啊？我是阿 Ben， 刚帮这。你拿什么东西来？我在睡觉哎，七早八早做梦啊。